我就不让别人摸，老公一起开了难点，以前两三个员工，现在就七八个员工了。 忙来喽，老板。太聪明了，孩子。我的老公平时很忙，我都带着三个孩子，他们说是挺好，每当他们考试不错的时候，我会奖励他们。星期六跟他去哪玩呗？你喜欢哪个地方呢？就是看电影呗。 耶！可能是你手吧。每次奖励他们出去玩，孩子们都很开心。哎呀，你那么漂亮！耶！哎呀，你的。他们激动，我的太厉害了！啊，你这个。现在。 孩子们上学，学费、住费都不要钱。我打算和我老公给孩子们报兴趣班。